近刚以十周年特别专辑回归乐坛的 A Pink， 在28日先是传出恩地夏荣确诊新冠肺炎，已经让粉丝相当担心。没想到一日观咖再度更新，表示普美男珠初龙也确诊，也就是有参与本次回归的成员全都染疫，目前正在遵守防疫政策隔离治疗，并没有异常症状。公司强调，本次活动已在上周告一段落，成员们在回归期间每天早上都会做快筛，染疫是今日的事情。而预计参加女团竞演节目 Queendom 的本月少女在日前也接受了 PCR 检测。三名成员夏瑟、如真与 Vivi 确诊后确定缺席节目第一次录制，而其他成员也因为出现症状再次接受检测。一日结果出炉，公司向粉丝证实又有八名成员确诊，分别为基正、Kim Lip、真帅、Chelly、If、Chu、郭婉以及 Olivia Hay。 团队大规模感染，12名成员共有11人中标，只剩贤真没有确诊，目前全面中断行程，专心隔离治疗。